你不是跟我讲，医生讲你的心脏无问题，只要过一摆吃药就好啊？你是不是骗我？我叫你去处理周正年的代志，结果你竟然把你的病簿啊拿上回去，那是继续查，查出你的心上，你就真正要死。伊的目睭甲放血同款，这两个查某看起来，那个是真理跟伊的秘书啊？根本是让伊发现了，这嘛是要安怎？我阿哥可袂去外面打，艾伦，你做事细，细事大，甲物件捡起来，应该无算真超过。你若是继续这样尔超过，恁查囝会安怎？我都唔敢保证。林爽啊，我已经甲朋友买，都甲别个交还了，后一步应该安怎做？这恋爱对阿伯的态度，甲一般人客无同款，唔那是尊敬，一当官那参就是咧对顶死同款。想办法帮阿母签这份土地用途书。所以现在是认为仓库失火甲阿伯有关系，也唔过这拢是违法的代志，阿伯哪有可能安尼做？我若真正帮阿母签，又更是不堪设想。啊，不过我若是唔做，总裁绝对袂放我爽。爱经安排单心脏移植，那帮我一定有生命危险。你敢袂当继续洗碗吧？袂替我先毛病。你着按什么咧放弃你家己？不过你我都安排好一切，你无都安排我的心。我想要跟你继续做阿婆，我无想要死，我无想要后生人家会当阁跟你做阿婆。